看到没有？彩虹。难怪了，下了一点点雨就彩虹。啊，下了一点点雨就彩虹了。又看到了一道彩虹了，这次彩虹比较浓一点，色彩还没消失，还在，好好看啊，好漂亮。彩虹给我们带来好运。哇，这彩虹真的是美耶。对，很大一道彩虹，很大的一道。我们可以看到头尾的这道彩虹，头尾都看得到。希望接下来顺顺利利喽，到沱沱河就好休息。出现双彩虹了，你看那个很明很亮的那个彩虹旁边有一个很宽大的彩虹，你看到没有？嗯。最亮的那一部分后边。那里还有红的。对，那个看不到双彩虹，这个看得到双彩虹。老天，让我们一人看一个。对，这里有两道，很浓郁的。很漂亮哦，这个彩色的。刚刚我们在路上看到这景色好美，所以就下来看一看。你看那一道彩虹，刚刚在我们加油的时候还在，现在那么久了还在，还没有消失。这个河流刚刚我们看到结冰了，上面那里结冰，然后到这里没有结冰。哎，我看到那里有辆车，天哪！居然有辆车在河边，怎么会有辆车在河边？真的有一辆车在河边，而且是在河中央。这是什么车？感觉像是。像是在这里玩越野的车掉在这里了，感觉很久了，这辆车看起来已经泡了很久了，轮胎都被拆掉了，车牌也没有。这个越野车主任性，把它扔在这里不要了。你看这里都没有路在上边，他们是应该是把车开下来在这里越野玩越野，然后坏了还是怎么着，就抛在这里了。看一下，全是泥，下面全是泥，感觉已经好久了，这辆车好久了，看起来车轮就已经被拆掉了。走了，本来我下来只是想拍一下这里的河道还有那个彩虹的，因为这景色真的好漂亮，彩虹，没想到在这里看到一辆废弃的车，不要的车，回去了。好冷啊，这个海拔好像有5000米。我们正在前往沱沱河，沱沱河海拔应该接近有5000多米了。无人区，这里都是无人区。你怎么也下来了？你不要跑快了，这里有高反。你怎么也下来了？好奇害死猫。怎么了？我刚刚在拍这个彩虹还有河的时候，看到下面有一辆废弃的车。真的啊？我以为你就在拍彩虹，你怎么拍那么久？我还在说啦。那辆车泡在河里边，然后呢？然后四个轮胎都被拆掉了，感觉像是一辆越野车。为什么泡在河里还被拆掉啊？感觉泡了很久的样子。它应该是被冲走的吧？不知道，感觉上面还有泥巴。我刚刚也就爬了一点坡，喘不过来了已经。我说你看彩虹怎么看那么久，所以我就跟着来了。走吧，彩虹好看是吧？就一个小小的坡。我也拍了一点彩虹，太美了。我们现在回来才发现这里有条路。对，有条路，这里下去有车轮的印子。你看这里下去了。玩越野车才能这样。
往下面跑。对，他们应该就是玩越野，从这里跑下去，然后跑在下面坏了，就丢在那里不要了。坏了。对。坏了，还把四个轮胎吓走。别人吓的。哦，不过轮胎也很值钱，越野车轮胎要2-3天的。刚刚就下去，就下了一个小坡，然后再上来就已经喘得不行了。真的好喘，刚刚感觉呼吸不过来的那种感觉。那你不要跑那么快，我看到你不是，我在这车里，我就看你拍彩虹，怎么拍的人不见了，跑下去了，跑下去拍。我还以为你在下面找什么东西了，不上来了，吓我一跳。看到那辆车，我说怎么那么奇怪，河里面怎么会有一辆车，引擎盖打开着呢。为什么不知道，反正引擎盖是打开的状态。是不是有人偷发动机啊？我没去看，因为他在河里面，去看不了。那玩车要注意哦，那些爱好越野的一定要注意哦。对啊，玩越野还是要注意一下。不过有的钱多都无所谓啊，你扔了它又总去买一个新玩具。我们接着走。接着走了。